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离开我的。怎么会啊？谁说的呀？我觉得自己好没用啊，我做什么都不行，我没办法帮你出黄蛇，也没办法帮你对那些道士。顾青，顾青只要说一句话就能帮你解决这些事。那些人还说了，说你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说你们才是郎才女貌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啊，别哭了别哭了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哎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，你不要跟他们比。而且就算你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是，但是我的心里还是只有你的呀。什么叫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是啊，若晨，你说你心里有我，可是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你喜欢我。